兄弟姐妹们，兄弟姐妹们，今天我们六个人两台车继续挑战4600米的折多山啊，海拔4600米，然后每人今天只能一瓶氧气啊，取决于我们能不能继续走下去，就看今天了。好的，好不好啊？如果没有的，你们没有了的话，我感觉在西藏这一条路318上，空气都能卖钱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处处都是黄金。然后我这一瓶，我挑战一下，我不吸，看一下谁要啊？100块钱一瓶，好不好？是，没事。我买的时候就18块钱啊，你的一百，我的两百，可以。你们两个人也可以来挑战啊，来我这里够啊！要挑战折多山。老三哥先浪费一点，你这已经挑战了。好，太舒服了。走吧，出发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十个，6块钱两个，是不是？60，六十。这个3块钱一个。63，66，66。其实兄弟姐妹们，真的昨天晚上睡也没睡好，一下冷一下热。上面有没有写着要钱？要的，要的。我昨天晚上3点多钟我还是睡不着。对，可能是这里高原反应的原因。走，吃完走了。马上去看雪。陆姐，陆姐，现在海拔3100喽，3100，有感觉吗？3100不过一次。哇，你好拽。大哥，我拉你上去。不用不用，我是徒步啊，加油加油，奥利给，玩得开心，没有什么。OK， 有需要搭车的吗？需要，需要，我们20多人。走走走，拜拜。哦，就这点海拔，继续蹦迪，来，音乐摇起来，装起来啊！你没后悔的，不会的。好了，兄弟姐妹们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折多山川藏第一关啊！这里海拔4000多了啊！其实走上这里来，刚刚在下面我还很嘚瑟，其实走上这里来我反应还是相当大啊！然后我们继续往上爬吧。我感觉我还是要骑马上山吧。搞一笔干净一点的马给我，别摔了啊！太累了。等一下有马下来不？没有。那就要全靠我走路了，那咋整？下山也难啊，上山也难啊。辛苦了，小马。真的是我，你怎么认出来了？我现在就是上不去了。再看我直播，这里没有网络，有网络我也直播了。看你啊，你拍的视频。对，我现在在拍你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有没有侵犯你的肖像权？没有，可以。摆个 pose。来。耶。耶。感谢支持啊，老铁老铁。那我们继续上吧，等一下我靠我自己往下走。刚刚那两位是老铁，是粉丝。是上到顶。上顶多少钱？150。可以。等一下还要自己走下来，累了。有点累。有点累。来。你一天要爬多少趟？二三十趟，你太牛了，你太牛了，卢姐。哎，上山难，下山容易，是不是？是啊。那现在我们上了山，下山更难了。现在我们在海拔4600啊。吸一口。我的头都没有了。哎。我要这样吸了。又下雨了，现在啊，山顶上就下雨了。现在我们往下走了，什么感受？你的氧气呢？我不需要。好，你牛逼。陆姐，嗯，什么感受？感觉还好，因为我们贵州海拔也比较高。200块钱卖给你，我200块钱卖给你，我不要，我这个没头的了啊！现在我们下山了，你看一下，怎么办？要到下面、啊、顶下，冲、哦，看一下你，不要抖，再堆一块。走吧，走，来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加油加油、哎、跑马溜溜在山上，一朵溜溜在云哟，端端溜溜的招待，扛顶溜溜的成哟。
好，再次掌声。兄弟姐妹们，我们刚刚已经登上了山顶啊，然后现在走到一半了。接下来呢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，确实缺氧，坐马都很辛苦了啊。下山的时候两脚发抖，现在我的脚都还在抖，所以说建议还是带一瓶氧气上去。我们继续往下走吧，小罗。